好，我们来开抽霍庸哈，这次的目标是霍庸哈，最主要是抽霍庸哈，我们拼拼看。好，第十抽。没中，比你的那个婚纱造型啊，台服应该是要台服的周年庆才会有了。好，第二十抽，中中中中中，第三个，第三个。我现在台北的家里啊，我不能乱大叫，家人在。拜托啊，其实歪也没有关系，歪的话我就拼下一个，下一个就直接是霍庸了。会不会瞬间结束呢？那我直接去看剧，休息看剧。干干，你来干嘛？禁军都尉上官远在此。我他妈的，我敢来一战！我他妈的，我之前抽你的单卡池，你不来，你现在给我来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他妈，我之前抽你不来，现在才给我来。我当初还没有抽到他哎、欸，好，来第三十抽，王八蛋，好，这次中的一定是那个霍庸了啦。好，第四十。第四十抽，对吧？下一发已经必中了，没有，对吧？也是刚单卡池的角色，好，第五十，佩蒂卡拉，佩蒂卡，佩拉拉，佩特鲁多。波波妮娜啊，波波妮娜，贝贝鲁多。好了，孟宏，不要炫耀好吗？不会是五星上官月好吗？下一次就已经是霍庸了。皮利卡，皮拉拉，贝贝鲁多，不用等啊。每天十抽，我明天都抽，直接抽他了，对不对？直接用掉。第六十抽，宇宙天地，哎，那个灵异教师审美的咒语怎么念呢？干，又没有，说他了啦。第七十抽。不管，我现在就用掉，不管。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降妖伏魔迎来曙光，鬼杀！鬼杀！霍庸是傻小，没有哦，是哦，第七十抽了吗？第八十，干，有保底吗？快了，哎、欸，快了、欸，前鬼咒语怎么念？我还你原形。鬼手到底怎么花？第八十抽，
那个我赐予什么赐予力量什么的，赐予力量还是什么？我还你原形，重生吧，潜鬼！然后潜鬼每次那个动画叫呀呀啊，就跟那个悟空一样，变成超级赛亚人一样。我召唤你回来，重生吧，潜鬼！为什么没那么专业？潜鬼，遵从我命，去除邪恶，解念，解开束缚，重生吧，潜鬼！呀，我还你原形！呀，解除，解开束缚，重生吧，潜鬼！我还你原形！哎，在座的各位，谁没看过潜鬼？在座各位哦，潜鬼不是？哎，潜鬼那部卡通叫什么名字啊？就叫潜鬼吗？好了，抽抽抽！不想面对现实啊，该中了吧？哦，对啊，鬼神，干你老师哎，又没中！哦，对，鬼神童子，哎，鬼神童子很色哎，一堆色色的画面。哎、欸，是怎么回事？ 10.5% 哎，他第90抽了啦。这个10抽还没中，我就不信啊！凡尔赛玫瑰，最高给 18%， 你不需要告诉我 18% 哦。不要这么衰好吗？有了啦，有了，第四只，是吧？是的吧？有了啦！无名霍庸，是为尊神罗侯以至高创命法仪所创命之人。蒙承尊神一半树力与无上的智慧，遂帅啊！90抽，你看，那、啊、就没办法、啊，我就台服运气比较好，我就是要霍庸啊。OK。成绩是多少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90抽中两只，一只上官员，一只霍庸，都是单卡池的哈。OK， 霍庸时钟，他的时钟要买的嘛？我记得。OK，OK， 他的语音。听一下好了，听一下语音。虽说我们来自另一个不同的世界，但在此世却需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则。虽然我无法完成你真正的心愿，至少这个我还能做得到。到时候可别忘了，我力狂豪死凶力灭，召千冤万汉之忧。因灭天蔽日之案，环穹七皇，飓风此阵，我会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着，留待千年之后，真正的胜负。令楼兰、昊天子，诉我九天混动仪，将要之仪，今已行第一次。箭矢兵离，听令。即使以我计时之能，果然还是不能没有你。从今以后，你还会继续待在我的身边吧？尊神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全部。如果你被此事的虚像所惑而心生叛意，那么我就在这里处决你也无妨。依照尊神的意志，将幽银带回这个世界，那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宿命。这全仰赖尊神翻覆寰宇的无双大志。无名霍庸。是为尊神罗侯以至高创命法仪所创命之人，
蒙承尊神一半树力与无上的智慧。看来有些人还是按捺不住了，我可还没有认输，你以为你阻止得了吗？没用的东西。哼，就算吸取了再多的力量，虫类毕竟只是虫类，蝼蚁之辈。霍庸参见大王，不知有何事吩咐？蝼蚁之辈，没用的东西。蝼蚁之辈，没用的东西。啊，抽卡，抽卡就是这样啊，九十抽中三官员跟霍庸，就这样。没用的东西。